近几年，我发现传统的搜索引擎好像越来越不受待见了。不少人都说，现在百度上基本搜不到有用的信息。如今很多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第一反应是去 B 站、某音、某书、知乎，甚至微博这样的平台搜。各位可以说说平时你搜东西最常去哪个平台？那我很好奇的是，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搜信息去哪儿最好用？是百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新平台早已后来居上呢？我准备了几个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问题，我会把它们分别问给百度、 B 站、某音、某书、微博，还有最近火热的 AI 聊天机器人，看看这六个诞生于不同时代、代表了不同方向的平台，谁能给出最好的答案。那么让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来一个常识类问题，比如我想搜唐宋八大家，看看这些平台会给我什么答案。百度，可能这个词条没有什么竞价排名的价值，百度的答案还是挺规矩的，直接引用了百度百科，人物的呈现也比较清晰易懂。那某音和百度类似，居然也有一个自己的百科，那内容上和百度百科大差不差。作为 AI， Newbing 只给我简单的罗列了唐宋八大家的人名，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得你自己去追问。那某书上面的大段的文字很少，大多都是做好的图片，但不得不说图做的挺有灵性的，有八大家的人物关系、生涯节点，甚至还介绍了每个人的星座，这个角度很独特。那么 B 站的回答则是另一种风格，虽然它没有专门的百科页面，但内容的选择性是最多的，既有几个小时长的深度解读，也有一分钟看懂八大家，还有每个人的具体讲解，甚至人气排名。可能第一眼看上去你都不知道点哪个，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挑和看，但总的来说潜在的信息量是最多的。那么搜微博出来的信息量是最低的，整个第一页都没有说清楚八大家到底有谁，可以说完全没有解答的作用。就这么一个常识问题，六大平台的风格化的差异已经出现端倪。那比如我们再搜一个第35任美国总统，可以看到百度、 AI 和某音还是比较规矩的在科普肯尼迪，那 B 站则是最著名的枪击事件高居第一位，直击重点，而某书排在前面的居然是肯尼迪总统夫人的珠宝介绍，以及他有多么的时尚。很好，这很符合我对某书的想象。而微博依旧是各种花边新闻，而且甚至连总统的名字都写错了，这个艾森豪尔应该是艾森豪威尔，他是第34任美国总统，以及什么肯尼迪的命理分析这种微妙的内容，反正我是一句话没看懂。接下来我想看看生活中的实用问题，也是我前几天出门切实遇到的，那就是从深圳怎么坐船去澳门。那这里涉及去哪儿买票、从哪儿上船、怎么选目的地、要准备什么材料等等很多细节，而且这些信息是有时效性的。那让我们看看六大平台是怎么说的。首先百度开始插广告了，很好，是熟悉的味道。那第一个回答是一个百度知道，里面好像啥都写了，又好像啥都没写，到底哪个码头出发是最快的没说，目的地澳门外港和蛋仔有啥区别没说，线上船票在哪儿买还是没说。那下面更是开始答非所问。第二个答案引用的是知乎的超详细攻略，但打开一看还在说要准备粤康码，一看发布时间是21年的，显然已经过时了。跳过第三个广告，第四个直接给引导到别人的公众号去了，怎么说呢，有那味儿了。而某书这边则是各种图文攻略，我看了一下信息密度明显比百度更大，会告诉你怎么买票、票价多少、目的地的区别、要准备的过关材料，而且都是23年新发布的内容。说实话，我上个月去澳门的时候就是在某书上看的攻略。那么接下来 AI 这边给出的答案特别的简化，不是很具体，需要我不断追问下去它才会给我更多细节。而且我发现 AI 回答的问题并不完全准确，有一些细节其实是缺失或者错的，比如这个时刻表就少了很多。那我看了一下 AI 的数据来源，其实还是像携程这种网站，也就是说它并不能直接到小程序里去读取这些公众号上最准确的船票信息。那么 B 站搜出来的结果很多，但完全指向深圳坐船去澳门的其实不多，
需要你去分辨一下标题。我看了一下前十条里有两个是可用的，然后是某音搜出来的第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攻略，而且它做的非常清晰，时效性也是最新的。最可怕的是它居然有直接买票的选项，应该是蛇口邮轮母港和某音合作了。那有一说一，单论这个问题确实是最方便的。最后至于微博依然是稳定拉胯，搜出来第一条居然是我发的，说明在微博上根本没有人在讨论这些实用性的信息。第三个，我想问一个稍微具体专业一点的问题，也是我实际遇到的，就是在苹果电脑上用达芬奇调色，它导出之后这个素材色彩会不一样。这个问题我原本以为会比较难，但没想到其中五家都给出了几乎一致的方案，基本都能解决问题，只有微博依然稳定的啥也搜不到。那么第四个，我们找了一个很难用文字回答的问题，那就是 AirPods Max 音质好不好。这个问题难在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而且 Hi-Fi 其实是个门槛挺高的亚文化圈，所以看看谁的表现最好。那首先是 AI 的回答其实没有太大参考价值，除非物理学不存在了，否则不可能有一点也不失真的耳机，而且不知道它为啥还顺便踩了一下索尼。那么百度不负众望，第一页是各种广告还有媒体通稿，至于微博和某音也几乎没有正经的讨论，很多都是在晒图，要么就是家人们谁懂啊，绝绝子这种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话。那到某音终于有实录的试听了，但是我看了一下用的设备基本都是几千块的廉价人头麦，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而到 B 站主场优势一览无余，不仅测评视频很多，而且从21年开始大家用的动辄就是几十万的实验级的 Grass 或者 BK 的人头麦，7万多的纽曼人头麦只是入门门槛，一条视频动辄十几二十几分钟，内容深度冠绝全场，而且制作成本极高。那么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结论。在2023年，除非你想问的是那种奥运会金牌榜这种纯资料性的问题，否则百度已经确实可以被替代了。虽然这么多年的积累让百度的内容广度还是很顶的，但问题是上面的无效信息太多了，你稍微问的复杂一点就要面对各种广告和无效的过时资料。就像是你在一个巨大的地摊上淘宝，你不知道要翻多久才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替代百度的并不是某个单一平台，而是全新的中文互联网内容生态。类似 B 站的这些平台，他们汇聚了一群更优秀的创作者，所以他们的内容质量要明显高于那些传统的小编或者营销号。但是各个平台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某书上在时尚、旅游和网红打卡等领域很强，像是劳力士现在二级市场的最新报价，去旅游有啥网红餐厅、公考怎么报名这种从 A 到 B 的问题都很好使。但是在科技、数码等它不完善的领域，内容的可信度就会快速下降，而这恰恰是 B 站的强项。 B 站在很多领域的耕耘是独步全网的，比如解读《水浒传》或者《原神》找宝箱、设备评测、考题讲解、装机教程都有极高质量的 UP 主，经常在一个很偏门的主题你能看到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这是 B 站独一无二的优势。但也因此 B 站的覆盖面其实还不够广，对于比较细节的问题，比如怎么坐船去澳门，那这种主题就算做了也没多少人看，所以在 B 站搜可能就比较费劲。而某音的好处是体量够大，所以什么领域都有人做，算是高配加视频版的某书，但还是太偏短平快了。比如说介绍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某音的解读可能就是一个人坐在这给你唠三分钟，而 B 站有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家讲解。那至于微博，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在这上能搜到啥，它的搜索机制也很死板，完全不支持模糊和联想，就你搜同一个博文，如果多打一个字它立刻就搜不出来了。无意冒犯啊，但是常用微博搜东西的人可以跟我科普一下，你们一般会在上面搜什么呢？那最后是像 New Bing 这样的 AI， 那肯定是非常强大，而且今天我们只讨论了它的搜索功能。我觉得 AI 在搜索上厉害在于它能够帮你去筛选，免去你一个个打开看，但我发现它目前引用的来源依然是传统媒体为主，很少会引用像 B 站这样的自媒体平台或者专业的论坛，所以在一些垂直领域里它回答的深度和可信度就会有缺失，而且他还会睁眼说瞎话，说自己去搜了，但来源里根本就没有。
那这应该是很多平台的内容它并不对 AI 开放，那这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未来的 AI 能够整合所有这些平台，实现跨平台的搜索，既兼具广度又有深度，最好是能直接去识别那些图片或者视频里的画面和声音，就像有一个真人助手一样帮我看了一遍再总结给我一个回答，那我觉得那样应该就是搜索引擎的终极形态了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那这期视频算是我开始恢复更新了，但其实我家还没完全装好，所以我现在还没在这儿和大家汇报一下，我那儿应该是5月12号可以完工，然后我往里搬东西。那现在它的状态是这样的，但我5月15号就要出发去英国看 MSI， 那所以我争取月中能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出来。等5月底回国，那我们就正式回归更新节奏了。另外说一下我的相机漂流计划，这个比我想象中慢了很多啊，目前已经漂到吉林了，进度是70%左右，估计还需要2到3个月。总之6月之后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内容，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好的，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